朋友問3690美團，咁啊上個星期四就低位見過185.幾啦，咁佢就話啦，我186蚊冇入到，咁啊今日點睇咧？阿觀眾阿輝，如果你呢啲水平去追嘅，咪用200蚊嚟做止蝕位咯，你一定係高追噶。低位你唔好講180幾蚊冇入到啦，100幾蚊嗰啲位置住嗰陣時候，已經升咗成一倍嘅有多，純粹但係老實講就係純粹啲殘嘅股份彈上嚟嘅啫，距離佢歷史高位仲有好大好大嘅距離。咁但係問題，我哋唔會一口氣望到300蚊、400蚊嗰啲位噶。咁所以你喺200蚊呢啲位置追就純粹就係炒 momentum 嘅，你咪搏就係短線個市氣氛好喎，喺22000樓上喎。咁美團企喺200蚊樓上，咪衝到201甚至203咗呢啲位咯。咁所以你話要去追目標啦，就大日都係睇220至230咗呢啲位。咁大前提你要肯200蚊止蝕先，咁你輸得起咪得咯，就係咁搏嘅。而家就係炒 momentum 嘅。如果你講緊論基本因素係睇好嘅。咁但問題已經升咗好多啦，你一定係分階段收集嘅，即係如果你用中長線睇好個心態下。好。